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中彩这个采集的一个说明啊。很多人不会用这个东西，采集啊，中彩啊，它这个采集其实就是要系统的这个啊任务啊，系统任务。把它开起来，还有就是需要到这边，买三个接口，接口上面需要设这个白名单啊，白名单，然后接口在这边获取，买这三条就可以了啊，这个地址啊，地址一定要对啊，地址找过来之后改到库里面去，对应的嘛，哪一个就是哪一个。全部自己改成自己的啊，就说如果不正常啊，不正常采集，你那个任务没开启的情况下啊，它这三个是没有数据的，那任务没开起来，就是这些都是老数据啊，不会自动生成。如果开起来之后，它全部。是八，全部是八的话，应该就是你接口不对啊，接口不行。接口不行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改了什么东西啊。主要就是需要进那个任务里面去看一下啊。算了，任务直接用命令进去吧。就看他的任务表啊，任务表，看对不对啊？这个任务表一定要配置对，不对的话是没办法采的啊。看一下目录嘛，就是确认一下目录啊。目录是如果是对的话，就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目录对就没有问题的。目录对了之后啊，目录对了之后。你就是需要用这个命令进来编辑一次，然后退出的话就是学府的加冒号啊，然后 WQ 回车啊，就保存完了。保存完了之后，它正常的话就是已经是，等会应该就是会开4个8了，5个8，6个8啊。采集就是靠这个东西啊，靠这个东西出来的。这个怎么用啊？怎么用我也不懂啊，直接百度，直接去百度找。还有这啊，白名单加了之后啊，它只能占3个 IP 白名单啊，接口的白名单，这个接口一定要有效期，一定要在啊。如果失效了是不行的啊，还有就是看一下系统的时间对不对啊？时间如果跟它服务器的不对的话，采出来的数据也是老数据啊。时间一定要设置成跟他们上面的时间对的啊。我们再看一下。等一下啊，过几分钟啊，看一下出来了没有？还是没有啊？还是没出来，没出来，就看一下，那怎么启用的啊？因为换了一台电脑啊，这边没有那个记录掉了啊。我之前记录好像是有传上去的。采集应该是5、6分钟。
对啊，不太对。哎，看一下它软件对不对？软件对不对？这个啊，这个一定要有密码的啊。三正常一二密码是对的，密码是对的，密码是对的啊。盘已经满掉了啊，系统已经快满了，配置太低啊，配置太低。端口啊，那个端口也开了呀。你看出来了啊，已经有一个出来了啊，有这个四个八，五个八啊，有这种888，全部是八的开出来的，就是正常的啊，正常。你看现在数据已经是正常的了啊，因为只是它那一个任务表啊没打开，任务表没打开，没有生效，所以说它是不会有数据采集的。如果接口失效了啊，像这个啊，它这个接口是失效的啊，它这个接口是没有用的，过期的啊，只要它买，重新买一下就可以了啊，再改到里面去。这个啊，它只有一个接口正常的啊，一个接口正常的话，它只能插一个啊，只能插一个。所有实时采的，如果是这种。Linux 系统的啊，全是这一种操作啊，很多这种操作啊，都是利用这个任务表去采 赛车好像，哦，赛车九点好像停机啊，九点是没有开的啊。对了啊，时间是对的啊，时间是对的。对了啊，20号啊，今天的 没错。基本上其他操作啊，参考咱们的这套教程已经是很完整了啊。那个就是，如果有买的同志啊，有买的同学啊，有买的，我们这个下载组件的地方有介绍啊，介绍怎么去。有一个文本啊，介绍怎么去配这个任务表啊，就刚才编辑的那个，怎么弄啊，都有教，然后接口哪里买都有教，全部都有。因为之前是没有修复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架设的教程全部做好了啊，然后这个，采集这一块啊，我发现很多人不会玩啊。那我已经告诉他是用这个任务啊去做，但是他就是不懂，也不知道百度去用。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在这边说不行啊，那把他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只是给他打开就行了啊，没有难度。其实这东西百度都有啊，你看现在已经采了2期了啊，是正常的。因为它是这三种彩啊，它的时间不一样哦，赛车也可以，但是时间不一样，有的是5分钟，有的是10分钟啊。只要你把任务打开就行了，就是没难度的。行了吧，大家自个去玩吧。客户端我就不上了，不测试了啊。你后台采集正常的话，客户端是正常的啊。架设教程，参考咱们这第一集啊，第一集。